新闻那么大，一定有看嘛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吵来吵去蛮无趣的。反正我们都是看戏的人，什么心态天晓得。嗯，私下就是都见过，但没有很熟。对，就是点头之交。新闻那么大，一定有看嘛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吵来吵去蛮无趣的，你就干脆不如就一起来做公益吧。对啊，不如要把这个能量放在吵架上面，那不如就把这个能量大家一起对释放在，对啊，看你们比赛嘛，看谁募的这个年赛更多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对啊，发挥正能量，对啊，对社会有益。他们那个是私人恩怨嘛，那如果你能把这个流量带来，哎，做公益，变成一个正能量，那不是更好，皆大欢喜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们都是看戏的人，什么心态天晓得。嗯，私下就是都见过，但没有很熟。对，就是点头之交。过年也没什么计划，过年不就是在家跟家里面的人打打麻将，开开心心的团聚，就这样。对啊，不然一整年都在外面忙啊，难得只有在过年这个节日能够把全家人都聚在一起，对，然后吃年夜饭，哎，很难哎，一年到头要这样子把大家都聚在一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我希望明年能够对更顺风顺水一点。对，其实去年、今年啊，还没过年嘛。今年算辛苦中带点成果，对，但可能还需要再努力一点。话不能说太死，有时候说太死就很悲惨啊。这些年学到的是这样子。想要求这个新乐团目前有什么进度？目前吉他手跟鼓手都有了。那已经，我的歌已经也自己也写好了，对，我在等新歌出来。会伴舞吗？你要来的话，我随时欢迎啊，对吧？他说缺伴舞吗？缺啊，都缺，我还缺打三角铁的。现在就努力一点，看明年能不能就是歌再多一点点，不然很多都是兄弟歌。但我已经很努力转型了。婚礼有找过我，好不好？婚礼有找过。婚礼上面唱兄弟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可能比较重义气的。我那时候唱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明明在结婚，然后我在问兄弟，你说来喝酒，就有点小尴尬，可是还是硬着头皮把它唱完了。